当时人在做什么？我们当时在车上拿东西，已经熄火了。我们才刚停来，然后准备要去晃一晃而已。它整只就是生锈啦，因为它迎风面的地方整只全部都是锈穿的。然后我问你，我们停车的时候，我们进去的那个停车位的那个角度看，它是没有那么严重的。碎掉。那对于车损的部分，我们县府会协助处理。